摊位是免费的哦，是免费的哦，所以大家都可以过去看。新北市身心障碍的成果发表会，现在正在三峡老街，三峡的老街就可以获得六点。那六点，你看那这个画面，现在正在是舞台，舞台摸彩券啊，主持人正在啊在这边啊解说节目，大概刚刚两点开始，记者来的比较晚一点。现在现场是人山人海，好多人到这边都来。我们要来介绍一位来自花莲红叶村太鲁阁的歌手。那他叫做小白老师，那他的泰鲁阁名字呢叫做咪鲁。那咪鲁不仅是一位音乐老师哦，那他更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我想大家应该已经等不及要来看我们老师的表演了吧？那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邀请老师上台。现在有个咪鲁，花莲来的咪鲁老师，现在在舞台上，他要恐怕自弹自唱。从花莲来的，他是一个视障者，应该是一个视障者。Hello， 主持人说完了吗 ？OK OK， 还有什么话要补的？好，现场朋友大家好。啊！哇塞，我听一下你们热情的掌声，看看现场有多少个人，好不好？来。哇，感受到那样的热情，跟今天的天气一样，是温暖，哇，又温暖的，好吧？我是白明光，刚刚有介绍了哈。那现场有白灵官白老师从花莲来的，很多的人来人往的好朋友哈、哦，你们想要听好歌，想要看一下美妙的成果，希望大家能够来这边聚集一下，看我们的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是由我白明光在这里为大家演唱我的创作。其实我戴墨镜是因为不能看太强烈的光线。那我本身也在台北，身心障碍者里面，在很多的机构里面担任音乐老师，那也有在我们音电影呢，走在中和的爱民基金会担任的音乐老师。那今天非常的开心能够也在那边受邀为大家演唱，啊，就献唱给大家有一连串的创作，好不好？来个尖叫声，好不好？呜！来为大家演唱一首我的创作歌曲《家乡的蓝天》。现在他唱着一个创作歌曲《家乡的蓝天》，这看起来是一个原住民歌手。这个歌唱得很不错，声音也不错，很嘹亮。窗外一片蓝天，飞鸟在翱翔，蓝天下山顶旁露出微微一道光，透露微笑的太阳。你来到你的笑容给我用，午后的心情空气都。现在残障者的人坐轮椅到三峡来也很方便，坐捷运呢到达顶埔上到达后大概20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三峡小镇。到三峡小镇，现在记者的位置是在老街，老街这边现在主持的节目是新北市的身心障碍者的成果发表会啊。现在是这个残障的，也是个身心障碍的老师，白老师，花莲人。你没说啦，你没有哦，你好吗？你没说啦，你没有，一起来唱吧。你没说。换你们了，主持人。1, 2, 3。这个叫你好吗？你没说啦，你没有。简直是在乱唱！你的意思是说我很帅呢？要跟大家打招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环球邮报的记者严国龙在新北市的三峡报道。